这种英雄啦，也不是只玩纯射手。看到自己应该也会玩不少射手啦，所以，没有，就是大家可能两个克里萨对跳啊，对对对对，像这样对跳，技术比拼。提莫，提莫，哎，其实提莫单挑很强哎，提莫单挑是而且强的，是超强。这个地图应该是没有那个可扫眼的，就是真知药剂。我觉得现在 AIN 真知药剂也改掉，也没有了。掉了。对，所以他就一直无限用香菇炸冰就好了。你说最后火圈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躲对，没有就一直把香菇这样叠过去的，然后他躲在后哦。面，然后脚下放一个香菇这样。这里 Dave 的感觉是，他还有稍微拉一下兵线哎，这样子，很细节，对，很细节，打得很他打得很认真哎。但感觉提莫打酒桶这种有治愈能力的角色，好像就没有什么优势。你就没办法一直上去换字吗？除非你一波把他灌掉。我觉得我就看到他的想法应该是在搞不好会出 AD 角色，对，会玩射手。我直接给你出一个提莫字盲。哦，他就是酒桶喝一口，啪啪啪啪，对，就毁了。那可能卡纳等下要出个像就是利安佐这种，就是慢慢的用扫的。哎，有顶到。哦，不过我们看那个智盲好像是可以挡掉 W 的那个伤害，吃掉了。这里看可不可以利用手长的优势多点一点，多点一些塔。哎呦，哦呦，还是被吃掉了，还是很痛哎，痛！但他甚至他的那个 W 没有出来。而且这里提摩是没有带闪的嘛，所以其实酒桶的大绝还蛮好丢的，有机会把它炸回来，蛮好丢的。看有没有秀个像什么 QRQ， 点塔前，哇顶到冰，这把感觉是对面两边都没有猜到对方要的一个角色。因为其实提摩到后期真的爆发伤害出来之后，他而且再加上 AE 技能，你也不太可能真的躲着。躲着的话还是要吃古拉德伤害，六等喽。一闪吗？哦，距离感觉是不够。一闪应该打不死他，现在这伤害量应该是没有办法。我想到的画面是等提莫推到塔前的时候，然后等冰消失的差不多，你一套把他炸回来。或者其实他可以继续 poke 啊，反正他就是可以喝酒补血嘛，所以这里又补满了，反而提莫的水都喝光了。一闪，哇，死了，他扣啊，哎、哦欸，啊，他炸回来就是，他炸回来、就是，他没有炸好，他没有炸好。但提莫这个血量应该就是一个一就或一个 Q 就死了，要回了吧？这边一个 Q 就死了。他掉这波兵，感觉这场就好像差不多嘞。波兵有点差，整个对整個拉起來有点太大波了。哇，而且这个感觉可以点个，哦，他没有选择点，他直接补。这里至少掉两只兵马，然后还有一只炮车，其实这样是差蛮多的。目前还没有看到哦，提莫放了放，我刚刚在等他的香菇的位置。最好是放自己脚下啦，因为酒桶一定会往他脸上顶嘛。对，所以放自己脚下比较容易中。他是放在那个补包的位置。而且还是放在自己家补包，那代表说他觉得这个补包应该是对面。哎、欸，哇，炮车，炮车可以扫哎、欸，那是不是结束了？那好像这题目好像哦，这个好像也是最近 ARN 的改动，就是炮车会有这个先知药剂的效果，他两个 Q 他直接变半血。等一下，酒桶的大概15秒会好，對这一波应该就。他应该可以直接炸，他不用配闪的，因为他知道提莫没有闪，他直接往后丢，炸前往前炸就结束了，点燃一套就带走。对，所以现在提莫就只能一直扭，而且也要躲 Q， 因为酒桶现在 Q 有点太痛。这里又要回家了。他回吗？他会让他回吗？哇，有断道，有断道。这里回去补得出东西吗？不行吧？他补个鞋子之类的，他补个模仿而已。
是也不打算牛的意思。这里可以再转一层塔前。这样的，哎、欸，我呀，他直接感觉是随手一扔，应该是要回家。他是要清兵，然后顺便压一些血，打点状态而已，没有要回。酒桶的闪现快好了，他大绝要再转一下，应该会，应该还有一段时间。他现在的大概三十秒，对 ，CDR 还我，我、哦、又撞到，哇，但这个 W 被吃掉了。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血线一闪一整套有机会直接带走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感觉还是刚刚感觉还是要啊，因为卡纳现在有光盾。嗯。哦，两边打得蛮焦灼的，而且最后一波火圈感觉酒桶好像也比较占优哎。就直接原地炸就好了。就把他炸出去就好了。嗯、然后他要走进来的时候再把他顶出去的。不让你进来。不让他进来。还没顶到。哎、欸，这个顶到好像。有机会有逼一个光盾，对，逼一个光盾，可以逼一个光盾。哦、他快不见了。三十秒，这里应该都要回去补神化妆，然后就打最后一波。三千九，差七百。而且那个炮车的先知药剂也看太广了吧？那个位置超广哎、欸。他没有，他基本上看整条路哎、欸。哦，他是买炉灯、嗯，然后右边是买水星鞋。可能不够，可能不够。是提摩要靠妖力来扭了。他如果能把所有的 Q 跟 E 都扭掉，也会赢啊。对啊，对，他可以用操作打回来。可是如果是 Def， 他不用直接跟你打、欸，不用跟你硬刚、欸，就是他可以靠洗兵先进去。对啊，灯也有这样的优势。对啊，再清了，再清了，再清。我刚刚就想说，是我应该不会想要去。拼这个操作，可能是我年纪大了，我的思维就是我可以洗兵轻松赢，我就不要这么冒险就跟你拼。哇，这里又有一个炮车可以看一下香菇，看到了，对，香菇位置都抓到了。哎、欸、啊，他看到了，有，对，香菇，他在等他自己中间，哎呀，你一直被猜到。哇，他没有扭掉半颗位，更不用。要 all in 了，要 all in 了！哇，这里到别人家 了，哎呀，感觉是大招没有堵到 AD， Timo 这个 pick 就有点爆炸，而且我的感觉是 Kana 可能也不太知道炮车可以清。对对对，他应该也不知道，应该不知道就可以清，因为这好像是最近 ARN 的改动。哎、啊，然后刚好这个他们也改了，你知道？对，而且改了可能没有跟选手讲，选手根本就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怎么我的？对，原来看得到隐形哦、喔。啊，这看得出来，就是选手蛮认真的啦、嗯，平常没有在玩 ALA 嘛。对对对。冷炫来可能就知道了，冷炫玩蛮多 ALA。他、啊、可能就会开嘴，你怎么选提莫啊？而且他刚刚的香菇是不是一个都没有？因为他每次一丢那炮车就知道在哪，他好像一个都没中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钢普打蓝宝，钢普打蓝宝。康普这个应该是走胜利之仗的、啊，我个人比较看好康普、欸，因为蓝宝没位移，其实还蛮好炸的。就前面 GP 其实也不烂哦、喔，就他用不死之握一直去换血就好，是不烂的哦、喔。啊，没炸到，控制没炸到。对，靠对靠。光盾扣着。过热了，过热了。Q 救一下。哎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并不是在场他一定要演员，并他是上路玩家哦。对面都已经玩一个蓝宝让你跟你上路对打，对对 对， 對， 對， 對、啊，你赢我也是正常的，不能输了，他这有压力，面子这里有看到卡纳，他蛮细节，他在对方过来回头靠他的时候，他有转头一下，让对方敲不出来，扭头，他把那个距离拉开，而且他这里补了闪耀剑跟水星鞋。尽量避免那个过热普攻的额外魔法伤害。现在过热给的伤害是蛮高的，而且这里出了闪耀剑之后，应该蓝宝怎么换血都换不太赢，不好换了。对，点不太到。闪耀剑现在太便宜了，才七百。七百。就你这样，你就会看到前面如果有什么击杀很快，就是你线上是完全没办法玩的。
正常的状态了。这也会让现在的就是版本可能像卡米的这种英雄，就是、就抬头抬得超高了，很容易在前期就可以开始去压制对方了。他在跟过热蓝宝对靠哎、欸，而且他扛了大概快十支兵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连统吗？他也是以吃兵为主。但蓝宝如果等下六等，他大绝撒得好的话，是有机会。有可能因为没有带闪，你刚补没有闪，就是你撒在中间或位置好的话，你来不及拉，有可能可以一套带走。而且刚补现在光盾快好了，如果没有光盾的话，是真的有机会烫死。那他这边要差一点伤、哦，他跟他开吗？那少一个，他现在赢，他现在赢个大绝，赢个大绝。他去吸经验吗？他被点燃了，光盾吗？可以吗？啊不、哦哦，光盾踩下。能上六吗？上六直接扫到吗？可是他魔已经干掉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大绝要撒得很好，才有机会直接烫死、欸。有彗星，有机会吗？150滴，哎、欸，上六，150滴，可以吗？哇！一发都没中，好啊！直接烧桥，还好他有在路中间，如果撒到外面，我就是另外一个。如果再偏左一点，就算烧不到，你就要把兵推掉，因为他现在有点尴尬，回不去了。其实刚刚这波我觉得船长已经算上蛮多的，他抢补包的那个下来的那个救赎其实没有抢到、嗯，下来掉了很多血。这里还有不死之握可以拉血量啦。哎、欸，补包、哦、哇！哎哇，给 Dev 黑金圈哇，但还是吃到一个鱼叉。这边要看谁的大先好，现在蓝宝的大会先好。如果两边都不回的话，等下蓝宝可以先打一波。啊，对，但他要撒到，他要撒到。前提是他要够准，前提要撒到，对，前提要撒到。两边四招召唤师技能应该是同时好。等一下会好，等一下下一波要打的时候，蓝宝大好了，应该都好。看起来这波他会把兵线推进去啊，对。推进去想办法打你一波、啊。我觉得有机会塔杀的，因为点燃也会好。就一整套然后拉出来。是啊，重点还是在那個、啊。因为毕竟你先杀，但你被塔换掉都还可以打。好喽，这边大家好喽。但他过热。可以。敢打吗？我但血量又被 poke 一发。没有，他只是要收兵，要回家。没事，就算是收兵，好像也有点歪。不是，你也先就是只要烫一秒啊。你也是压一点血量。對其实我一开始在玩蓝宝的时候，我用全智能施法是有一点难的，刚开始。要熟悉一下要怎么拉那条线。对，刚开始一开始你在玩的时候，我用全智能是很长就是撸歪的。我对 Deft 他的盾刚好开在对方 Q 的伤害上面。但这波换钢普的大快好咯，我限制一下走位。哦。逼光盾了。那五秒，大概五秒。钢普大好，我觉得他有机会赢哦。先不急吧，不要急啊！哦，扭掉，好喽，要好喽，快好了，只是你自己也被逼了，不过也骗了一个点了。他这样是一个鱼叉就回家了，他这个是鱼叉一只中了就回家了，烫一秒就回家了，还是也开大清兵、啊？他现在开大有机会，哇！但他扭鱼叉，要吗？他鱼叉会不会中？抽奖哦，还有再抽，我还没抽，没抽。这个应该用烫的，吃橘子补。他们一个人有盾，一个人有那个有橘子。对，等了一下，这边其实钢普有机会，真的有机会。但他血量输的有点太多了，再高一点。他赢一个点燃。点燃大绝，然后往前冲。对，我但这里两边应该都要回家了吧？应该是不会再跟了。这场还蛮精彩的，两边打的都很极限，都血量就一点点，不会说你已经远远你大概就知道谁赢。这样子装备要看两边补什么。看一下，现在的经济平哎，差十块，差十块。钢普应该胜利之杖走吧？有那个补血，我觉得差蛮多的。直接走三项，我是走进。而且他把装，这样我觉得他比较亏，因为他把装，他卖了一个水星鞋，对。
你那个是亏三成，所以等于说你这样子虽然是凭经济，但你是落后经济的装备在打。他这样是亏330哦。对，而且对方是峡谷制造者，他也有全能，反正右边有全能吸血，然后左边输三项反而没有。你的吸血反而没有，加上你三项的是加攻速嘛，对吧？對，所以你要，我觉得胜利之杖真的好一点哎。对啊，他这个三项是要靠近战走砍打赢吗？而且还要闪招，哇，好难哦。我觉得有点难。对啊，吸血。哦，他这里很在啊，被刷到了。哦，连同，哦，而且这个盾是没有挡到的。再连，哎，没中，哎，没中，没中啊！哎，但这波瑞大丢的不错了，砍他！哦，这个筒子拉起来，哎，炸弹！哇，这筒子有炸到！有吗？有吗？赢了！哎呀，最后一下这过热普攻，啊，我觉得他把装卖掉真的有差，哎，真的有差，太有影响了，他不应该卖的。你就放着也好，他可能他觉得最后一波，他应该觉得最后一波他要直接上山。我觉得他没有卖，他可能没有成装。对，对，他没有成装。三项要3333。对。这感觉真的，他没卖，真的，然后再等一下，然后成装。对对对对，感觉好像不卖才会赢。啊，但这样子好像是追平嘛，是不是？对，Dave 的赢，没有，那2-0。2-0哦，二比零，对对对，二比零，二比零，刚没有赢了九通，哇 ，Barrel 打 Dave 全明星赛下路的 1v1 厮杀，嗯，那这两个选手应该是彼此底摸的比较清楚啦，毕竟他们刚是在打那个5-5的时候都在练脚。我觉得等一下 Dave 一定直接狼人攀升再加一只，就泡面头泡面头，泡面头，三只崩掉啊，对。